啾啾阿华，到底里面有什么？山路。我真的太佩服你们了，真的太佩服你们了，难怪你们一直说要来看看我家，真的看到没有一个让我失望的、欸。哇，这个你是花多久时间这样布置的、啊？我靠，玩失控的个个是这个设计师是不是？好厉害哦！哇，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惊艳呢。哇塞，盖成这样子，感觉有没有？我们在路上这样走着走着，有没有？这样走着走着，然后在路上看到一个梦梦儿，那我们就把他牵手，然后到这个树林里面，然后可以做。清流炮来了！哈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炮，今天呢我们要来直播。失速列车，哎，不是失速列车，全面失控，完了，出包，哈哈哈，啊，什么东西停了 ？Hello，Hello，Kubi， 哈哈，现在直播还正常吗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阿嘎 ，OK，OK， 我现在研究他们现在世界平在吵架 ，All right， 研究了，先点一下研究，后面很贵，越来越贵。直播开始了，哎、欸，你们看会不会累搞？我换一下电脑了，我换电脑，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累个，不知道直播顺吗？看一下你们的聊天室啊，有在里面。会不会卡卡的、啊？你不要来扯我资源哦，我生气气。真的假的？卡卡的、啊？看起来卡卡的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我自己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看起来还好啊。我在哪一个盟哦？游骑兵，目前在游骑兵。先领个宝，先领个宝。你们知道那个角色升级的时候？可以回复体力吗？所以我现在想要来刷一下这个，因为我的那个徽章都还没用。怎么爱打嘴炮？我才不打嘴炮嘞！我最和善了。哦，你在 TW4 啊？有机会过去玩一玩，要把这僵尸吃一吃。我大家要升级，把体力用完要升级。
他升级就会回这体力，然后我就到时候把体力用完就可以吃，开吃开升了。聊天室还在吵，不知道在吵什么，好像有人撞到火车了。他把他打出来。他好像在打架啦，到底哪里在打架？感谢什么？可以动动脑选立委吗？订阅感谢。哦，是哦。啊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要扯起来？哈哈，火药味很重。哈哈，唱歪题了。我想派，这个剩一点点，先让他等他直接挖完回来。我终于直播了。我要去打僵尸了，打个僵尸。我的面包都来不及用，你看都回满了。是啊，为什么会超级乱？为什么我们都有需要？我们帮你们去争取来的啊。我这后面都推不太过去了，我现在应该可以往后推了。他们好像还在吵架。他们在打架了，只有一个序号，对，目前只有一个，那个是最新的，打就华人打成的时候不小心扯到第一名，哦、是啊、哦，一心不合就开打哎、欸。等一下来刷体力了，先把这个画一下，拿一些资源。那、啊、你们有没有去看我新的影片啊？不要练错英雄哎、欸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，你除了不就知道了。这奖励蛮好的、啊，就我势均力敌耶，大家看好了，看会不会被虐？你不赶快出，等下就被人家出走了、啊。这里很快就被人家抢完了，其实还蛮多的，他这个可以出到这个礼包的数量还蛮多的。那抢的人更多。我刚刚下午 PO 的那支影片的序号好像已经没了。游戏声音太大声吗？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不行，输入。那个序号是那个啦，丧尸的啦。哈哈哈，笑死！哎、欸，我怎么快被灭的感觉啊？我是不是要手动一下了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怎么会推过来啊？
完了完了，怎么感觉打起来有点硬？这只的技能是什么？哦，这只超痛的，这只会一直招那个 AOE 一直打，先手动，然后盖炮台，等他锤完就盖。我靠，超痛的！哎，还好我打跟痛。耶，传输技能书哎。哦，哎。第五章了，第五章了。都打得赢，打不赢。这只好像比较弱一点。当背景声音还很大声吗？他们现在干架了，不知道，等一下看。哎哎哎，按错。这么快？真的假的？太快了吧！这个是要干嘛？他们要来打这里吗？支援盖塔，还可以盖塔啊！联盟战争，是这个吗？还是是打架了？这个还没开始啊！感谢于汉武、王汉武。订阅。感谢横滨徐订阅。看不太清楚欸，横滨徐嘛，对不对？我没念错吧？没有在打啊，他们这里没有在打架啊。广播怎么关哦？我还真的不知道欸，广播有办法关吗？对，在限制，我去把它踢。把它踢的话，我们要来升级了。啊，这个野怪还真的还蛮烂的，菜菜的。有别的吗？好像没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。战区频道，哦，我刚刚看错频道了，我刚看错频道了啦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变安静了？哎，你们那个序号真的用完了？真的已经领不到了吗？现在是在干嘛？现在好像在宣传我们这一服的规则，然后只要没有照规则就会被揍。礼包还蛮好的啊，这是刚刚的礼包吧，还蛮好的。好了，我来升级了。呀，然后这升级完体力又回满了。
那我们要开始吃僵尸了。先叫这个采集中，不行，矿要把它挖完，不能走。先点个天赋好了。这个后面天赋很猛欸，这直接加2%欸。刚点两个就4%了。那不知道这以后这个工具改良加几%，搞不好直接加个点满加10%欸。还蛮恐怖的，这边还有个快速发展。所需5分钟内开始进行建筑施工或科研，都会缩短 20%。 哇，很猛哦，狂盖了。可是我是怕到最后没有那么多资源，盖那么快也没那么多资源。哦，有人在贴序号在上面。放广播都不用钱哦，广播很贵，广一次要400。话说这 Wacky Boys 真的有来玩这个游戏吗？为什么序号有 Wacky Boys？ 怎么他们现在变得蛮安静的？同六 YY 团，这出征一次还蛮久的，蛮花时间。吃这僵尸送的资源还蛮好的，而且现在有活动，兽部猎带里面会开到一些减 CD 的东西。哈哈哈，老。一起恢复秩序哦！哈哈哈！哇，他们广播都不用钱了，我都没有钱广播哎！哇，这个被抢了，糟糕，被抢走！这师团什么时候才会开放到下一个等级？满 7.5%，7.5% 也是很多欸。为什么退群没人？因为退群的人都跑来 YouTube 了吧，我猜啦。哈哈。那突破。哇，这个。这照片也太。到底是怎么用的啊？这红红的怎么用的啊？啊！有人知道这个是怎么用？复制，复制什么？这个、欸、红红的字，这个想知道，想知道，还蛮酷的、啊。可是一直用这个，等一下会不会被车啊？哈哈
哇，现在好多大家都在收人，都在扩张自己的势力。复制贴上就可以了吗？真的吗？那我随便复制一个。没有啊，要复制哪里啊？哦，好 ，Hello， 这个边缘小猪啊，你跟阿炮一样，阿炮也是边缘的，边缘阿炮，哪边加好友啊？这游戏太困难了，我在哪边加好友？啊，你现在直接跳过来这游戏哦，复制错了，哦，要改字哦，哦，我的好友要在哪边看啊？让我贴一下右上角，哇，你们都还逼我。比我理解这个游戏耶，右上角，右上角没有啊，刚刚才发现右下角序号，啊，赶快输入哦。先抢先赢，等一下就没了。哦，聊天室哦，啊、哦，少内斯卡，黑白大哥我认识，老司机，还有谁？我 China， 哦 ，China is dead， 哈哈，这名字可以啊。刚刚卷卷还有谁？观众还有谁？你们要跟我讲名字啊？序号已经领完了，真的假的？太快了吧！哎、欸，那我叫大中天这个。常常在世界屏那边冷笑喂，这个这是粉丝，哎、欸，孤单喵儿，你名字一样哦，小雅雅，哇，他今天一直撩我。现在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僵尸。先加吧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变成我要加，变成发送邀请了？时间管理大师。有吗？这边有时间管理大师吗？嗨，哦，欢迎，感谢这个透流订阅。哇，透流，你现在才订阅啊？我想说你已经订阅很久了，哈哈。这边还有没有谁在看台的？路过请小心。还有谁？怎么跳过你？你是谁？啊，时间管理大师哦！哦，我也在说我是时间管理大师哎、欸，哈哈，笑死！哦 ，Hello，Hello， 舅舅阿华，很随便的名字。我以为你在跟我讲话哎、欸，讲我的名字很随便哎、欸。还有边小猪。刚刚在聊天室讲话的，我是大叔，我不是大叔啊，我是大叔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谁没加到的？主练哦，我是建议之后拿去练那个啦，
练麦地比较好。新竹小哥哥，新竹小哥哥，我来看一下在哪里。我怎么好像没有看到有个叫新竹小哥哥？不知道重开。哇，今天阿炮加了好多朋友，感觉我不边缘了。哈哈，你们也可以互相加好友啊，对不对？跟那个边缘小猪，好不好？开台前十分钟就有在传了，你说那个冲冲吗？怎么可能？应该在我开台才有啊。我就叫阿炮啊，没有，没有看到你们申请哎。我的名字叫阿炮啊。我要先去出征了。都叫阿炮啊，这里是叫阿炮啊，没看到。哦，你要加我好友是不是？加我好友，这里 ，YT， 这个有点难打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哦，开台前可以看资讯栏啊！你们偷看呢、哦？哇，我想说先改在下面啊！我出包了，哈哈！啊，下次我要注意了。我是先打在资讯栏上哦，然后被你们看到，对不对？出包。感谢中中订阅。感谢提醒，感谢提醒，下次我知道了。找不到，怎么个找不到？我在380、啊，你是在跟我一样380吗？观众很聪明，当然，大家都蛮聪明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狩猎布袋真的开的东西蛮好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抗上凝30个，还有通用加速20分钟，哎，还有作战手册，没有？这作战手册就蛮缺的，后面很缺，不知道这有没有办法开到开出一个宝。哎、欸，都是开通用哎、欸，好削哦、喔，好削的哎、欸！哇，100抗上您，哈哈哈，爽爽爽！哎、欸，这真的好肥，等一下再来开。已加好友，你的。ID 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右上角的好友怎么不见了？我、啊、要点这里，对不对？权力怎么了？明天应该会开，明天好不好？先玩失控。在哪、啊？你们的好友有给我吗？气再来，哈哈，那两个字打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当然，拿到让你自己先用啊。
380伏哦，380伏应该才加得到吧，这应该不能跨服加吧。Hello, 雅恩，第一次看到你讲话欸。哇，今天好多新的人哦。还有谁？还有谁加好友的？地图真的还蛮大的欸，好浮夸啊！这地图也太大了吧！Hello, 天宇，好久不见。雅恩是小雅雅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我先忙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听说平民百姓也有，嗨，感谢张恩光订阅。平民百姓到底在游戏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欸。Hello, 拜拜。有，我等一下要点了，我在刷，先把体力刷一刷，因为升级的时候体力回满，这你们知道吧？所以差很多。我们先把体力花一花。哦。我好像还没在世界屏看过他讲话啊。啊，好害羞哦。欸，他就是小雅雅哦。欸，这个聊天室真的很狂欸。欸，我发现啊，世界屏怎么在我直播之后变得很安静啊？这时候问他说：“你们不开车了吗？”哈哈哈！他们刚才开得很夸张欸，刚才直接那个熄火了，是不是？哈哈，笑死欸！刷广很贵欸，刷不起啊。啊，平民好像都是开半夜的，对不对？阿宝想上车，又要开始了。我不会开车哦。哈哈，欸，这采集还有20分钟啊，等他们回来。阿炮昨天经历半夜的历史课。哦，你们昨天在干嘛？聊天室在聊什么？狂刷人家有魔法小卡，哈哈。阿炮怎么可以叫四个部队？因为我的主堡啊，你们要赶快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这个科研这边可以加两队啊，这边一队嘛，然后点到后面还有一队哦，这个要赶快点出来哦，因为你们应该都知道吧，这个游戏资源最好获得的方式有几种，一种是车人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发现这游戏要车人还蛮难的，所以呢第二个就是采集资源了，采集资源的资源给的很多，最后才是家里产的资源。感谢陈伟订阅，所以说你们要赶快尽量的去多开一些出征的列表吧，列队，
这差很多，真的差很多。解锁第五任务。第五蓝威要集宝的时候，第一个好像很早就拿到了嘛。第二个我记得是13宝的时候，这是13宝吧？哦，哎，哦，三对七，哎，忘记了，忘记第几宝了，应该是18宝，7、7、13、18。哎，在后面又有了，在后面又有了。要23宝了。18宝才4对。对对对 ,18 宝才4。玩多久了？开服就要玩啦。干嘛不要来车我。就是一个平民玩家，就是来当农夫的。啊，被抢了！我的僵尸群被抢。这僵尸群还蛮弱的、欸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在网上。哎、欸，不要浪费那个啦，抗上你啦。哈哈，广播一次要400抗上你呢。时速列车，全面失道啊！哈哈，好有梗哦！哎，谁啊？干嘛争我、啊？偷摸！我被他笑死哎、欸！全面失头！哎、欸，你们都可以帮那个蜘蛛列车想他的名字的。哇，梦梦儿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！你别跟我抢啊！阿炮先看到了。跟我抢哦！感谢录用棒棒订阅。什么是录用棒棒？哈哈，好死！你们家的妹妹，哎，玩这款游戏还蛮多女生的、欸。女生不是都怕恐怖的东西吗？女生就是这样，就是很怕又很爱玩，很爱看，有没有？哈哈哈哈！阿炮想吃母汤。哇，这也太多女生了吧！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！怎么让我想到一款游戏？知道什么吗？你们知道什么吗？嗨，打不死的大叔，忠实粉丝。放萌吗？有啊，我现在在那个，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收人呢、欸？要我们会长了。现在应该算有点满了，感谢雷星订阅。嗨哈喽，叫什么？醉酒蓝，很爱喝哦。今天喝了没？耗这体力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今天喝了，开喝了，谢谢我干嘛？红战区，嗨 ，Hello， 萝卜好帅，萝卜是谁啊？
西湖不下。笑，都被你们笑死欸。阴阳嗨嗨，嗨嗨是什么嗨？我以为是一对的欸，什么东西是一对的？哎、欸，你看大家自从开直播之后，他们都变得很淡定、欸，淡定很多，收敛很多、喔。不知道是不是还没十二点的关系？刚刚明明下午很嗨啊，下午超嗨的、欸啊，好多人打我，哎、欸，哇，好多人帮我派援军哦、喔，有感情哇，又有了哇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哎、欸，这边在场的观众有女生吗？可以告诉我这个游戏哪里吸引你们？我真的没想到这款游戏会这么多女生。我刚刚说想到一款游戏，让我想到那个劲舞团。开玩笑，那时候阿炮玩劲舞团也是玩得很疯哦。你是人妖。感谢九尾 TW 追随订阅。序号序哦，是啊。啊，刚那卖地那个序号有卖地啊、哦。有吗？没有啊。我想说刚需要有卖地那么好。为什么需要不一样是不是？你把我们家透露了。哦，地图抽到卖地是不是？哦。真好欸，我也想要卖地。看一下，看一下我的麦地。现在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僵尸杀手了吧？麦地好可爱哦！你们最喜欢谁？这几个我们最喜欢谁？那么该从哪里开始呢？应该很多人爱这一位，来，对不对？还是你们是这一个？与我们合作，合作什么？幸运小姐姐花钱。那么该从哪里开始呢？他这个角色的女角都做得蛮好的、欸。你必须还要更快。欢迎光临我的。这后面就有点走真了，有没有？走中了，这可以合出来。麦蒂虐狗，猫猫哎，妇孺登天，被盗？怎么被盗啊？被盗账号吗？什么意思？序号可以用很多个啊，怎么是只能用一个？很多啊，可以重复使用，不是重复使用，就是可以用很多个。阿炮聊一下啊，这个我回他了。哎、欸，这也太正了吧？真的假的？一个比一个正哎、欸，哇，我们这一服真的是校花服。校花服，你有没有想过来了？380，我体力要把它花完有点难，花时间。哈哈哈哈！多健全的话题。哈哈哈哈。
参观你家，你家在哪？超级无敌大帅哥。什么？这里只剩下我是清流仔，我也是清流仔啊。YT 清流好不好？我们家，你是说这个吗？罗奇游骑兵吗？偷摸阿炮结束，摸完了、收工，什么意思？哈哈！哎，这个是。我怎么觉得这是假的？安安几岁住那？哈哈！哎，怎么没有红了？怎么没有继续红了？我要来刷僵尸了。我的萌。你会怕怕的，为什么？我们的萌很友善，好不好？啊，有人跟我抢，到底谁会先到啊？现在也没办法召回，我们一起派出去。这游戏还真奇怪，这游戏的僵尸被人家虐的，被人家屌虐的，大家抢着杀，有没有？抢着虐僵尸。有啊有啊，我们的盟好像跟很多盟，我们盟就是不打华盟啊，我们所以不用怕啊，我们只会去车外国人。感谢 White 追随。坐标多少？哪边看我坐标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哎、欸。怎么看我坐标在哪？骑兵会用防空洞吗？防空洞不就是进去吗？如果有人来打的话，然后可以保自己的兵吗？我头像旁边有显示坐标。这不是战力吗？哦，哦，这里啊、哦，这里还有显示时间呢。这是谁要打我？侦查，乐天看起来好恐怖哦。我的出征列队还在逛街，好啦好啦，有人哎，边缘小助不要一直广播，广播很贵哦，哈哈，广播超贵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他侦查不到七分钟吗？怎么突然跑过来啊？哦，可是你藏防空洞的话，
你的资源不会被偷吗？你家里没有兵，不是会被偷吗？对啊，你这样等于放空城欸。想说我的兵应该也还不错，应该也还行，除非课长来。我现在的兵哦，看一下，这边好像可以看，对不对？欸，不是在这里。哇，这广播超多。兵在哪边看？现在应该有万了吧？哦，也是啦。怎么你要进来了？这里啊，这里可以藏兵，对不对？那藏兵的时候，是不是如果选多久时间就多久时间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自己出来啊。争取妹子，如果可以，你自己争取就好啦，这边那么多，对不对？这边超多欸，你争取啊。侦查啦，他不是打啦，侦查而已。想看看我的，嗯，带你飞！你现在战力多少？哎，靠取！你现在战力多少啊？等等就打了，不会啦。那等一下打，他们都是友善的哦，我都感觉出来。他们就像只是一个好奇，然后想看看我有大啊，不是看看我有多少兵啦。打一下哦，这体力真的花不完。我等一下要派四队去出征呢，那我比较快。大家都在问我坐标。嗨哈喽叶小八。谢谢。花飞。欸，这念飞吗？花飞花舞。直性。哎。然后又要跟大家讲我以前的故事了。如果是老粉丝已经听过我讲过这故事。哈哈哈。今天有实况组被打，真的假的？哪一个啊？哪一个实况组被打啊？但我会怕哎，欸，不要这样啊！我原本昨天还睡得很安稳，会不会我今天就爆了？睡觉起来就爆了，各位观众们，别这样啊！对阿炮友善一点，小力一点，好不好？嗨，努努飙车，可以帮我打荒野板桥狼？他是谁啊？哎、欸，板桥在我家隔壁耶。没有啦，没有消失啦。感谢 coach 抖内30块，有有有，看到你刚争我，哇！哎，你看超多线的，哎，怎样？四条，哇！我看我以后都只能红红的了，但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被打，哎，哎，这样子一直争别人，对，让别人红红的，然后久了，对不对？你就。偷偷派兵来打他，他也不会发现，因为他觉得哎、欸，都是真，都是真，这样，哈哈，完全不知道。跟你们的婚姻缘线很会讲，哈哈，
你要飞过来哦，可以啊。哎，这游戏可以运输粮吗？可以运粮吗？如果是我们牵起了这个粮食的线，我会更开心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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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对？建立了粮食的桥梁。到我旁边，等一下哦，我先来出征。我超多线哎、欸！是到底在干嘛？哎、欸，进攻中哎、欸！他应该是派一支兵吧？他应该不会来打我吧？他是派一支兵来打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要真的打、啊！胜利，看到没有？派二十支兵，二十二十二十，乐天，你是兵太多、哦，哎、欸，对，我一直有个疑问呢、欸，这游戏的飞卷那么贵啊，如果我要车资源，我要怎么去车啊？我总不可能飞到这边然后开车吧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每次就要浪费400这个抗上林，怎么会划算啊？还是说我就只能车我，就只能站在这里，然后车附近的这些散户有没有？感谢扣取斗内30块。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Coach 哦，他也会直播，他也是在跟我们同一服的。那他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序号，他也会提供，让你的观众有素质一天会刷游戏，刷什么游戏品啊？大家在聊天吧。刷游戏屏应该是打什么锅，那才算吧。对啊，超贵的。当时感觉你要去车人特别飞过去车，赚到资源搞不好都没有你花的抗上林还要多啊，越来越多线的是怎样？超多线。哦，在说广播、哦。有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很热闹，超热闹的。你看这到底什么东西、啊？几条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几条不算了，太超过了。高签是什么？我还没看过欸，高签就是定签对不对？定点迁移嘛、嗯。可是我看到也是不便宜欸，看到也是不便宜哦。就感觉花4000抗上林去那个车别人拿资源是还是蛮亏的。欸，为什么我家附近的枪师都没了？去哪了？是有人把我们家附近的枪师干走，是不是？他怕我要在直播打我的人要越多，我要开套套了。还开这个还开集结、欸、怎样？他们没有打啦，他们都是四出善意齁。万千级吧，哈哈，这可以剪精华了，这可以剪精华。我看我们看这线
到底是从多远来的啊？这个线都让我累个，哇，超远欸，这也太远了吧！这个要车到我大概要车等一个月了吧？世界最彼端欸，哦，好多哦，这边好多蛙人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来看一下这个小雅雅欸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一选到一条线，就选到一个选对的线。我们来看一下小雅。啊，怎么？欸，怎么去看人家的里面啊？哦，不是，我一直是说，怎么样去看别人的避难所啊？我看有些人可以看欸，点下去然后查看哦。哦，我们来看他盖的怎么样。欸，有用心盖欸。我们来看，有一种东西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看这摆设来算命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性格是怎么样。哇，他摆的都很整齐，有没有？那代表说他的工作的桌子应该是蛮整齐的。那这边有一点点东西落在这里，这有点就是在办公桌上面偷吃东西，有没有？那巧克力屑掉在那边，他就应该就是上班会偷吃东西。哼，宗教康庄大道，哈哈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比我家好多了。谁的？乐天的？乐天的在哪？回家一下。哇，200多公里，哇，越来越多是怎样？太夸张了啦！哈哈，等下是不是会不会宕机啊？哈哈哈，不理你们就打我僵尸。我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等一下搞不好就真的撞车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去打僵尸。我们看那个线好了，我们就沿那个线过去，然后看今天我们可以跟谁牵在一起。啊，第一位就是小雅雅，真香啊！哈哈哈，哈哈哈。完了完了，我等一下被他的粉丝揍怎么办？好了，没体力了，我先回一下体力。哎，差一点呢，不然我们等一下好了，我们来牵线的开始。我怎么回家？我的那个回珠宝怎么不见？哎，我的回珠宝的那个哦，这。哇，越来越多会累个，多到会累个。我们今天来牵一条线，刚刚牵到小雅雅，然后我们选一条，有一个叫什么“棒打老虎鸡之虫”，顺着过去。这条比较粗欸，看起来搞不好是个臭臭的、臭臭的男子。欸，这边有两条欸，哇，这边有两条怎么办？那势必得选一条了，你们选上面还是下面？红线连开一人二十支兵也可能，没关系啊。下面下面是不是？好，下面下面，最后我们会跟谁连在一起呢？谁？好远哦，拉远一点，拉远一点。这两个应该是出自于同一个工会的，对不对？卤蛋羞花，哈哈，什么名字啊？而且好多人的名字都取得好有意思。
阿炮最不会取名字，取名字真的很难、欸。哇，太远了吧？这是到哪里去啦？还有一个侦察队在路上，哎、欸，这条线怎么变淡了？感觉快消失了。这也太远了吧？这是变到哪里去了？也不能拉太远，拉太远会。会看不到，超远呢、欸，选错线了，拉到手酸呢、欸，这到底是开到哪边去啊？哎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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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到了吗？还没，这只是路过而已，路过了一个城镇。哎，这地图也太大了吧！我、哦、到了，哎、欸、嘿，看到没有？香香的，哎、欸，二十宝，这是二十宝，哎，哇，凶了，哇，二十宝，女生还玩那么强哦，蛮厉害的，哇，这个就用心嘞，这看起来就是真的用心的盖了，这个应该是玩那个。创世神的高手，很认真盖欸，这边还特别用了这个像翅膀的东西，干嘛？这建筑要飞了是不是？霍尔的移动城堡，然后这边还有两个拳头，哇，好用心盖哦，这根本创世神高端玩家吧。他这是故意不拆是不是？故意不拆，然后也可以当做一个装饰。哇，好酷哦！二十宝的家就是不一样。而且他也没有为了方便呢、欸。如果比较方便的话，是资源要摆一起，对不对？粮食、木头，中间还插了一个这个。然后三个训练营在这里，屌，蛮酷的，好用心盖哦！哇，这边是几公里啊？我现在回家怎么回家？哇，一千公里，这是 TW1 哦，都是凶神恶煞、啊，每个都派23宝哎、欸！哇，他们家版图好大哦、啊。哇，荡到大到我都快荡掉了，好多人哦，这次多到有点浮夸哎、欸，哈哈，哇，全满满的哎、欸，感谢高萌萌订阅，哇，超满的，而且这边还有22宝。23宝，我们来看最大的宝在哪？最高可以到几宝啊？感觉比较高宝都在这里，22。嗨 ，Hello， 梦梦儿，梦梦儿本人吗？真的假的？你的照片也太漂亮了吧！找不到哎、欸，没有看到，他们最高就23宝是不是？萧帅佑，还有这个凤阳宇。哦，我们伺服器战力第一的不是那个吗？白木仔吗？白木仔在哪？他是哪一个盟？我没有看到他的家。露露爱。哦，在这里23宝，他独居哎、欸，你们是不是没有敢住他旁边啊？哈哈哈，你们是不是没人敢住他旁边啊？哈哈哈，我家被打，真假的啊？回家看一下，
哎、欸，不要把我兵打完呢、欸！大家请行好，哇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线了，太浮夸了吧！打僵尸，不要，哎、欸，我等下会不会派僵尸没兵出去打僵尸啦？有啊，有兵啊，没事啦，他们都是好玩的哦。相信他们，我们的观众都是很友善的。好，我现在体力用完了，我们来。什么？刚一升级之后体力又满了啊，好舒服啊！你们知道去打这僵尸资源超多的吗？要点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点一次科研加两趴，超级好。然后再点个医院容量吧，医院容量是比较好的。哇，这两个都要三级才可以往后点哦，太硬了吧！太硬了，有点硬。龙之霸业到此一游，嗨 ，hello， 你在游戏也叫龙之霸业吗？动物森林，好可爱的名字哦！哈哈。快看到你家！来打一下奖。哎，我等下看我这样打下来可以拿到多少资源。哇，这红线真的会累格哎、欸，多到累格。嗨 ，Hello， 甘少阳，好，我们再来牵红线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牵左边的观众好了。左边的观众，看一下聊天室，好久没看聊天室。哈哈哈，把戏！我电脑快爆炸了！越来越多哎、欸！来，我们再找左边的。左边的，往这边走。嗨，高梦梦。好了，我们先看观众好了。观众，你们有没有谁想要让阿炮去看一看你的深处？不是你的家啦，你的家在哪？上面我刚才去过啊。真的有人打我？没有吧？会对一直来是怎样？哇，六十几个，八十几个，这讯息就看都看不完。305873，305873。 你们是准备攻这个城对不对？这是应该是一个城避难所，那个宝箱欸。欸，我不是要看人家东看人家家吗？怎么在看宝箱了？乐天在这里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哇，太有心了吧！哇靠！哎、欸，这个真的盖得很漂亮哎、欸，
又一个创世神的玩家，哼，哇，天哪！当自己这样玩起来，感觉心情都比较好了，超漂亮哎、欸！中间还有这个萤火哎、欸，萤火是干嘛？哈哈，就是可以开 party 咯，哈哈哈哈。最近很流行的有没有多人运动？哎、欸，这如果再有个泳池，对不对？再有个泳池，对不对？就是超棒的、欸，插一个泳池了。哎，可惜。哎、欸，这游戏有泳池可以盖吗？完了，我觉得我的盟友会很困扰。你被打，真的假的？什么？阿炮来78149，更有心的在你旁边而已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去派兵去争一下了。哎、欸，我连这个你看里面都没弄到了。盖一下盖，哦，我家乡应该遍体鳞伤啊！先升一下，哎、欸，我怎么那么多信件啊？这个新教把我灌爆了、啊，先全部删除了，回家弄一下。萝卜是我吗？什么？不要不要不要洗屏好不好？不要洗屏，谢谢。哇，超多超多线！哎、欸，不要把我旁边僵尸打光，什么都好啊。找不到僵尸打哎、欸，你们是过来把我家旁边僵尸全打完的，是不是？好可怜的哎、欸。我这年头连找僵尸都这么难，感谢果果优订阅一尸难求，哈哈，哇，我有想到一个好好的名字啊，啊，真是一个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，还有吗？一尸难求，有没有？一尸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开玩笑，阿炮也会咯，笑死，哈哈哈哈，看我开车。刷屏刷得很累，不要刷屏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们来看那个1133227657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发现我等一下，我这个没有弄好哎、欸。然后退取怎么不见呢？77657又有什么惊喜呢？
哇，战天月！欸，他的城堡还有 skin 欸，好炫炮哦！这 skin 怎么来的啊？也太炫炮了吧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继续看一下。哇，这个盖的，这外面是一个，哇，为什么每个人盖都这么用心啊？哈哈，超用心嘞！这珠宝好帅哦，这怎么来的啊？啊 ，TT One 11133222，这珠宝超帅哎！我靠，里面还有这个什么，还有妹子在那边扫地耶！哇，还有能干的秘书，太爽了吧！阿炮一直想要找能干的秘书，都找不到。而且他的这个医院在前面呢，他的这个 police 有没有？哇，前面还有一个手，这应该是每个都有吗？我没有注意看。开车没有？阿炮不开车，别乱讲哦！开车都你们在开的，我是。清新正直不闲思 ，YouTube 清流，好不好？哈哈，哎，他真盖得很用心哎、欸，我每个人都盖那么用心啊，就我随便乱盖。哎、欸，这造型超好的，好想要。好，来，我再看78149，好不好？78149。在我家旁边而已，我的邻居哎、欸，看一看我们邻居好了，舅舅阿华，啊，我家在哪？家在哪？哦，我家在这里哦。等下我打个僵尸，哎、欸，你直接飞过来哦，你也太有心了吧！我以为你是我们帮我们那个家族的，直接飞过来哎、欸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一定要看一下，太有心了。然后先打个僵尸。哎、欸，好想要的 skin 哦，不知道怎么来。看一下，啾啾阿华，到底里面有什么？深入。我真的太佩服你们了，真的太佩服你们了，难怪你们一直说要来看看我家，真的看到没有一个让我失望的、欸。哇，这个你是花多久时间这样布置的、啊？我靠，玩失控的个个是这个设计师是不是？好厉害哦！哇，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惊艳呢。哇，这还盖成这样子，感觉有没有？我们在路上这样走着走着，有没有？这样走着走着，然后在路上看到一个梦梦儿，那我们就把他牵手，然后到这个树林里面，然后可以做不是，可以谈心聊天，好不好？谈心聊天，这样心情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哈哈。哎、欸，好厉害，真的超厉害的、欸！阿炮，我刷这么辛苦，237363号，237363，一直叫我开车，我才没有嘞，我不开车的哦。哇，24宝哎、欸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他24宝？房子，哈哈哈哈哈！
我们来进去看一下二四宝。哎，我靠！这个是走简约时尚风吗？哎，这个红棕树真的很好看，这个多盖一点，这个真的很不错，对不对？而且在树林密布的时候，又可以做一些修修点，不是，就是增加一些气氛啊，是不是？灯光好，气氛佳。皇家漏气了，真的。乐天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不是阿胖，你不要来车我，要车你车他，我被你们笑死、欸！天哪，这开直播也太好笑了，我第一次开直播，看到笑到快昏倒了，真的。一零三四二一一，好，看一下一零三四。哦，我真的笑到眼泪都喷出来了，我真的快不行了。我再笑下去，真的看来要休息了。你知道我笑到那个嘴巴旁边、脸颊那边很酸呢、欸，一直笑也是很累。十三宝，对不对？这是你嘛，对不对？好吗？哎，这个太少数啦，不行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算一个整齐的，然后还特别把这个扫打放在这里，看比较清楚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人的逻辑蛮厉害的哦，这个人是注重逻辑的，对不对？他把这种东西都盖在这边，然后呢，他这个扫打就一览无遗，对不对？让僵尸来就不用怕了。哇，这个逻辑派的逻，难道你就是逻辑强？逻辑强，又扯到他，哈哈，各种脑补。啊，下面的书法才是你啊！啊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什么？你是说这个萝卜杀僵尸啊？哦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对嘛？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这个能播吗？我刚突然觉得我被踩到雷了，等一下被黄标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我被 gank 啊。哈哈哈哈，好啦，应该不会吧，特殊符文算你厉害啦，这个就是 YouTube 最常用的图案，只要能画画的时候就一定会画上这个，好，算你有跟上在 YouTube 的潮流，哈哈哈，好热哦，笑得好热哦，天啊，我家现在到底是几条线，我回家看一下。哇，好那个，我家变超那个了。哦，线变少了，线变少了。先打僵尸一下。哇、哦，好多人抢僵尸哦。给阿炮一个僵尸吧。哎，好晃好晃好晃，哎、欸、都被抢了，都有人了，十一没了，在上面在刷什么？怎么给我三千块？三千块他才要订阅。
那也太贵了吧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什么来失望一下。好多人哦，我来选谁呢？对，刚少阳好，甘少阳，让我想到许少阳。你们知道许少阳是谁吗？979901阿甘老师，哈哈，什么阿甘老师啦？哇，这真的都有用心设计过哎、欸！你们怎么可以那么有才啊？用心设计哦。虽然说呢，他比不上之前那个这么就是很气派，有没有？或者说刚刚看到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刚最好的应该是我刚刚说可以去森林散步的，那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做得很超级的漂亮。那这个我也看得出来，他是有用心哦。哎，你看这中间还会穿插、抽插，不是穿插啦，穿插这个小棕榈树，这是什么树？穿插一下，也是蛮用心的。这个是会一直长出来，是不是？好像是会一直随机长出来。哦，这前面有个萤火。哦，还有车子哦。欸，我比较好奇刚刚那个女巫的造型是怎么来的、啊、万圣节造型。多期待。新活动哦。是哦。又没僵尸了，哎、欸，这是哪里啊？我体力快刷完了，12386085五月城。12386088月城，这边是干嘛？为什么地上有紫紫的、啊？哇，你们家盖在这个城堡的旁边哦。哎，为什么回家了？哎，我怎么跳回家了？哇，这边真的太那个，太多线。再一次，再一次串下面，哈哈哈。哎，这不行吧？哈哈。那个直接开骂嘞，也是蛮厉害的、欸、很多这个红色树，这红色树是蛮好看的，很符合这个环境，你知道吗？丧尸的环境，有种凄凉的感觉。这个字就不行啦，这个字不行啦。然后等一下你去抄别人家，然后别人来看你的时候，然后一进来就看到这个，很生气哦，会生气气哦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都看得到，大家都看得到，好不好？现在找个奖。耶、yeah, ，有13级的。
哇天哪，我会被这红红的麻痹，你知道吗？崩溃了，太多红线了。为什么那红线会那个啊？好像它红线一直会有一个那个标记，一直往那边指。释放一下记忆。哎、欸，我家里没有东西可以盖，帮助一下。看一下你家哦，381能去看吗？逻辑派639143。639143。哪一个啊？欸？这里是空的啊。等一下再回来。僵尸要先打。欸，这边又有一个13的，欸，没人打。太削了吧。今天是 Lucky Day。看一下还有没有。二的，十二的也不错，十二的也不错。哎，没有，也没有十一的，这个没了，这个没了。哎，这活动有没有赶快刷？这东西送很好啊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到这里好了，今天到这里。等我下次直播，你们赶快把家里弄得漂亮一点。好不好？给大家一点时间，然后呢，那个阿炮下一次直播再看，好不好？给你们一点时间准备，然后呢，阿炮选出一个最漂亮的，好不好？最漂亮的，然后阿炮会送一个小礼物，好不好？给大家准备一下一点时间，然后明天，哎，不是明天啦，就下次直播失控的时候。再来选一个我觉得最 OK 的最漂亮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阿炮送一个小礼物，有一点心，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很佩服。欸，说真的，对于阿炮来说的话，我只艺术这种东西对我来说，你看我家就是有没有逻辑派的，随便盖一盖，然后知道东西在哪就好了，所以我都很佩服那一些就是艺术型的玩家，真的是很厉害，花这些心思，然后把家里弄得很漂亮。然后阿炮到时候选出一个最漂亮，送出一个小礼物给你，好不好？像阿炮都只懂那个，对不对？像那种哈哈的艺术哟，另类型术，那种我就很懂了。哎，吃素头像妹子，还有假赖什么东西？我来看一下世界屏聊了什么。电脑椅跟古代的电脑椅两个名字同名，但用处大大不同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电脑椅跟古代的电脑椅，他说什么？
吃素成真，头像妹子，打字也要像，还要有假赖可以录取。开真了，开真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一条宝贵的生命没有了。伊诺可，冬天默哀，什么意思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们世界平台讲什么、啊？没提了，没提了，完成我们的工作了，我们要来再来吃个微观，直接在一个身。啊，那我们的体力又回满，爽哦！就这样一直练，可这两个都要点满就。红字要2000，放上你，贵的。只有你觉得怪怪的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怪怪的？有人被电死，是真的假的、啊？现在的新闻吗？我最近的新闻都很多这种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好了。阿炮好累哦，差不多要睡觉了。好啦，那感谢各位收看，好不好？那下次呢，如果阿炮有在直播的话，那我们再来看一看，然后选出一个阿炮觉得最漂亮的家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